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Coach 的马车 logo 马鞍包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的部分，我觉得它这是做这种拼接色的，非常的特别。它下面的话呢是那种象牙白米白，然后跟它上面的这种就是一般的纯白色，那它拼凑在一起，我觉得就是也有一番风味的感觉。那它这边的话呢，它这个 logo 也是做得非常的别致，它上面跟下面都有印一个 coach 的字体，那里面的话是做咖色的，整个蛮有质感的。它的话也可以放下长夹，没有问题。前面的这边也是有一个小暗袋，那它转过来后面这里也有一个小暗袋。它的皮革的话还是做荔枝牛皮的防刮耐磨，但是如果是这种白色的话，你平常就是还是要多护它一下，你可能碰到啊擦伤什么，或者是有污点，都要赶快把它清掉，不然它久了它就会有蛮多的后遗症。背带的部分呢，它也是可以去打洞调长度，就依照你的身高去调比较适合你的长度。那这种包的话，我通常也都是会背在大概比平常侧背再高一点点的地方，这样感觉腿比较不会这么短。那这款包你们会喜欢吗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喜欢这则影片或者是想要看更多的包款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最后的话，追踪我们的频道，然后订阅我们的 IG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